去信大师，串公因经历情爱之苦，决心忘情喜爱，但偏偏被无可避。云玲对我嘅心结已经纠缠难分，越想解开越结得深。最令我苦恼嘅系，身边所有人都指责我寡情薄义，难道我应该迎娶云玲？我应该如何进退？ 夫妻是缘，孩子是债，无缘不聚，无债不来。大师嘅意思系话，我同云玲有缘，今生要结为夫妇。人海相遇是有缘，未知是善缘还是恶缘，孩子于父母是债，未知是讨债定还债。 万法随缘，事主无需执着于应该还是唔应该。咁系咪即系话，无论系恶缘还是善缘，已系命定，我只能够随缘接受。再多嘅忧虑思想，恐怕只系自寻烦恼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无论何种因何种果，都是缘。